由陶晶莹主持的节目《全明星辩论会》在最新一集中讨论主题为当代年轻人在社群平台抱怨工作，有何不可还是最好不要。在节目中，侯昌明分享说到，身为老板的他曾被员工在社群上发文抱怨说到，侯昌明把我们当狗，什么都要做，累得半死。对此他表示，自己看到贴文后非常受伤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跟这名员工相处，最后也在节目上呼吁在职场上努力的大家，表示沟通的管道其实有非常多种，不应该是用这种公开抱怨的方式。对此不少网友看到后则纷纷留言表示，是昌明真的不意外。Bye.